人哋话老天爷有眼，仲话咩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但系点解我所见到嘅一切，全部都系上不当公，应不当罪啊！如果你系咁冇眼无珠嘅，我哋做咩要拜你啊？你似乎真系好想离开呢度啊！其实我唔系唔想离开呢度，只不过我已经再冇地方可以去。人喺无论任何境况，都会有眼前所求，就好似落魄如我，都会希望个天唔好咁冻，啲物唔好凝结得咁快，等我抄经嘅时候可以抄得顺利啲、畅顺啲。哼，堂堂一个如妃娘娘，认命啊！随便你点样，乜你甘心情愿俾皇后就咁斗垮咩？如妃娘娘同安善到咗呢个时候，仲有咁悠闲情日子，臣妾真系深感佩服。但要同太后斗，睇嚟只有死路一条。斗点可以少咗你啊？点解你会喺度噶？我嚟探班啊嘛！太好啦，太好啦，太好啦！我哋终于咁多年之后，十八年后，竟然喺呢度重逢。你知道吗，如妃？当时你在拍京剧的时候，你戏内戏外都是如妃，都是这个状态，都是这个状态。在那个餐厅吃饭，你都是。是这样的，真的。但是我跟他写的经验就不同了。有一晚，你整个人崩溃了，你就扑在我的肩膀上。那个时候是刚刚棚里面在集中拍你的戏，一个人的 solo 的时候。非常的感谢向天，因为在我接这个角色之前，我刚好是经历过人生最低潮的阶段。就好像打进冷宫一样，打了好多年，但是在那段时间我不容易过，但是我并没有放弃。